其实它很入味，很好吃的。看着就想吃，就是太辣了，还是忍不住跳进去吃了。比昨天的好吃啊。嗯。腊肉本来就很香。切的太薄了，上面几个肉。不香不香。有没有按那个 B？ 看过了。周杰伦，你不认识的？不认识的多了。